怎么带上？肚子饿，海里有东西可以吃。哇，因为我们的店第一天开张，到底谁会是我们的第一个顾客？免费试吃。小铭也爱我，我爱小铭，小铭也爱我。耶、yeah ！我肚子饿。哇，吃什么？我怎么你吃叶子？你吃叶子做什么？走，我带你进去。走。你要走这里，你要走这里。你们在哪里说？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餐厅。这间是一个以日本风格来的，也不爱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日本酒，看有大瓶有小瓶，然后这里全部都是以日本风格为主的一间餐厅。这个人是做什么？啊，一直哭呢。肚子饿了。哎、啊、哎、欸，你姐姐打广告是吗？你姐姐打广告？哇哇哇！哇，这好亮，好金光啊！哇！欢迎来到我的餐厅。美女，有什么？鱼有鱼什么来？我鸟月干，做什么来？这是鹅肝。因为你是我们第一个顾客，所以是免费的。免费？加这个鸡块，我要鸡鸡49根。OK。加卤好吃。是加卤。加卤干。加卤。不。加卤。加卤好吃。老板娘，我想要辞职。我懂你的感受。耶、yeah, ，来呀来呀！部长，阿林，你这个，哎呦，我可不是哪一次的，这个，是这个，没有，你要用汤匙，哦，鼻子是，葡萄哥这个不乖乖的什么啊，冷冷的。完了，一狗一狗完了，还有别个狗。
味、名声、力、この世のすべてを手に入れた男、海賊王ゴールドロジャー。准备怎样回家了？220，拜拜。